这是在全新的 vivo X100 Pro，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它几乎弥补了上一代所有的遗憾。蓝厂真的很精确，我曾经喷过的每一个点，都在 X100 Pro 身上看到了改变。这一台手机的升级点实在是太多了，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，我会简明扼要的梳理出来，帮助你快速了解它，仍旧不聊参数。同时呢，更多的篇幅会侧重给到全新的系统和影像，那这是我最关注的两个模块，会非常深度的聊聊细节，过程中呢还会穿插一些缺点，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和我一起探讨。 OK， 请按赞、投币、转发，我们开始。外观简单带两句啊，终于 X 系列跨进了全等身四曲屏行列，这些 X100 Pro， 这些 X100 Ultra， 削掉大飞下巴后的 X100 Pro 带来了更强烈的视觉一体感，二轴的处理也非常和谐，全等身就是目前屏幕的最优解。蓝厂握住了24年的尾巴啊，就是不知道 X100 Ultra 用户会不会哭晕在厕所。把这一代的边框变成了平面微弧，就握持感来说，我更喜欢这一代，因为衔接部分做得不错，接触面更广，摸起来缝隙更小。来到背面。早这样干不就完了吗？去掉那两行飞鼠标小字后，多纯净啊，多高级啊！好的设计就是要学会做减法，包括镜头模组呢，也从不规则变回了居中，更加符合大众审美一些啊。唯一的不满就还是外围这一圈啊，看起来没有像 X100 Ultra 那样填起来，更为苍灰。总之，用一句话总结，这一代的 X100 Pro 呢，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大家闺秀了。那接着再来快速跟大家过一下重点的硬件升级啊，单点超声波指纹解锁这个没得说，速度快，可失手，不瞎眼，梦想中的配置啊，马达铁定是升级了，还不知道什么型号，但那种廉价的弹簧感终于消失了。又或是蓝厂请来了高人调马达，包括扬声器也带来了一耳朵的差距啊，大家简单听两句。以及最最最重要的，蓝厂从上一代 Ultra 开始调屏幕呢，越来越得心应手。这块屏他们称为蔡司大师色彩屏，白里色彩干净，可视角度相对丰富，尤其是护眼调的是真不错。屏幕应该是京东方定制啊。之前聊小米那期我就聊过， 8T LTPO 不是瞎眼的原罪，还是要看硬件和调教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小缺点，三方 App 里的色彩饱和度其实已经比较正常了，相较于之前。可是橘子5的图标色彩还是过于艳丽了，我都怀疑 UI 设计师是不是为了搞新功能把这茬给忘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重头戏，影像。我不想把这些影像评测做成我讲你听的方式，因为我自己都快吐了，所以这期不搞什么放大鼠毛，更多是我狂喷过的拍摄体验和全新的升级点，然后放一些呢我主观上觉得拍的还不错的照片，跟大家开放式的探讨，非常希望我们可以友好的互动起来。 OK 啊，我极度喜爱人文街拍相机，我之前不知道哪个大聪明把启动后的默认参数给到了曝光补偿，现在还给了变焦，因为这是提升我们使用频率的一个很重要的交互。第二， 4K120帧的长焦拍摄时的鬼畜防抖已经得到了改善，现在已经是一个较为可用的状态了。其实这也不是说蓝厂之前做的不好，因为你看苹果到16 Pro 都还没有开放长焦的 4K120帧拍摄。第三，相机更多页面中杂乱的拍摄模式终于集成到了首页的风光模式，它塞进了夜景、月亮、星空拍摄，且都是默认生效，这个含金量大家品一下，并且呢还把什么全景、延迟、时光慢门等做出了一级入口，我愿称其为 vivo 相机交互的史诗级升级。这个逻辑是你先看到了才会想起来去用，而不是说先想起来再去找，之前的逻辑是反的，包括现在很多安卓都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功能非常值得跟进，但是啊，5000万和2亿的高像素拍摄模式还是没有集成到主页面，有一点遗憾，希望未来可以想办法融合一下。OK 啊，接下来是全新的升级，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 Live Photo 啊，这是小某书发布，据说年底能上某个绿色聊天软件。一个小细节啊，如果带了水印边框，在相册长按回看时呢，边框也会同步产生动态效果，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，和 Live 图本身就相呼应，这个小点子很加分。这位女士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怎么你不换安卓的最大理由是什么？找不到能动态照片。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通过互传 APP 一键换机呢，就可以把所有的 Live 图都迁过去。这招挖墙脚啊，不，这招乾坤大挪移，在下佩服。那 vivo 才是那个对苹果用户最贴心的安卓厂商。接着，
X100 Pro 上的100毫米人像焦段被替换成了全新的135毫米焦段，我很少拍人像，但还是被它的实际表现所惊艳的。这种超长焦所带来的故事感和压缩感很上头，而且蓝场的人像水平我觉得也不用多说，就看一些刁钻的场景表现。比如这种大逆光场景，我的面前没有一丝光源，但实际成像有着非常不错的动态范围表现。当然也不是一定非要拍人，用长焦拍小动物也很有意思。像这种不受控制的小东西就比较考验手机的动态捕捉能力。上一代 Ultra 独享的那颗两亿蔡司长焦下放到了新一代的 Pro 上，它对远距离的画面有着近乎变态的解析力。新 Pro 的交互也做了升级，切到长焦后呢，下方状态栏会额外给到六个焦段的快速选择对象，这个要比点按和拖拽来的更准确和快速。看得远拍得清，我觉得是一颗长焦镜头最基础的能力，对比 X100 Pro 升级肉眼可见。离得近也拍得清，那就需要一点功力了。我平等的建议每一个厂家都要把长焦微距做好，因为这是最优雅的微距捕捉方式了。以及从这两张照片中你可以看出，主摄和长焦两个原生焦段的色差和白平衡差距越来越小了。除此之外，稳定也是一个加分项，所以当我拉到100倍时，这个表现大家怎么评？讲道理啊，这应该是我目前上手过最稳的一台手机了，连轻微的抽搐都消失了。新的算法同时解决了长焦拍照和拍视频抖动的问题，当然后面还没发布的不算。蓝厂的影调风格已经趋于稳定，或是说近两年的各家厂商都慢慢找到了自己对影像的表达方式。还是我之前表达过的观点啊，和蓝厂无关，摄影不分高低，审美不分贵贱，就能让自己开心的风格就是有价值的风格。可以谈喜不喜欢，但别谈什么对不对，不要总想着贬低，我们都还不够格。接着视频方面， 4K120 的拍摄呢也从 Ultra 下放到了 Pro 上，包括长焦竟然没有被阉割，这个我很意外，并且 Pro 有着比 Ultra 更好的长焦防抖表现。蓝厂的字典里应该没有等级森严这四个字。那 4K120 最大作用是帮助后期丰富素材，升格的魅力还是很大的。我们日常其实使用的不多啊，60帧就够了，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，如果要拍 4K120，尽量呢可以上手机稳定器或是原地拍摄，这样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然后 X100 Pro 支持全焦段的 4K60 帧杜比世界录制，和 iPhone 16 Pro 的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就动态范围表现来说，我觉得 vivo 会更广一些，但是拍摄体验上仍旧略逊一筹。不过啊，我发现它的主摄和长焦色差竟然变得特别小，这是视频的色差，这倒是个意外之喜。那 V3 Plus 影像芯片和这颗蔡司 APU 超级长焦功不可没。最后可能是一个官方都没有特别去强调的点，就是之前的电影人像模式改了个名，多了一个16:9画幅啊，这个不算重点。人像录制其实比较考验焦点捕捉和实时运算模糊的能力，那前几代的表现我现在不敢恭维，但是 X100 Pro 的应用程度要好很多，对焦快，锁焦稳，并且主摄的防抖表现也不错。当然这还不算什么，我们换一个场景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那我再换一个。啊，实话说，这个场景看得我头皮发麻，特别像一些电影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接下来的剧情。简单做个小总结啊，蓝厂的影像总是给我一种怎么突然就长大了的错觉，又或者说是进步太快，快到我都有点不适应。再加上硬件和系统的升级，我现在都想推荐大家购买了，但是还是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看完系统再说。啊，全新的橘子 OS 真的不负众望。首先蓝厂也有了自己的岛，原子岛。但是啊，当我详细体验过后，发现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通知信息而已。到了这一代，这个才是橘子系统生态交互的完全体，它可以是信息的载体，可以是打开的窗口，也可以是连接的岛屿，我们一样一样来。正常的通知呢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只不过从居左变成了居中，并且设置中将系统用和三方出行及生活服务做了区分。最明显的几个地方是，快递信息要比之前更准，更新更快，不会再出现都签收了还挂一整天的情况。外卖服务新增了饿了么，同步也非常快。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用经典主题，因为在锁屏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通知信息。同时，百度地图的骑行步行导航终于兑现了，非常不容易啊！这个我之前喷了很久。那么在系统层面，录音和电话等等均可登岛啊，并且和 iOS 一样，岛上呢可以同步挂两个 APP 信息，均可进行操作，并且它的动画也是一个向原子岛缩放进入的路径，这点非常好啊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所有支持原子通知的应用哈。第二，
配个窗口。这个功能我等了整整一年啊！现在我们可以在任何界面复制相关信息，然后通过原子岛弹出的窗口打开对应内容了。比如复制地址，直接跳转地图导航，复制某宝链接，跳转商品页面等等。夸张的是，你还可以查航班号，查高铁班次，它要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全面一些。然后更离谱的来了，蓝场和三方 APP 的打通是非常顺手的，因为有些系统他们的跳转其实就是单纯的打开 APP。但是蓝场这个，你看好了啊，我现在进攻所有的后台，在没有打开航旅纵横的情况下，我可以直接点击原子岛查看信息啊，如果需要查看详情再点击进入就好了。这个体验做的太深了，真的是有点离谱。不过咱就是说都完善到这个地步了，能不能多加个复制翻译直达呀，真的挺刚需的，拜托了。好，第三，连接的岛屿。现在呢，你可以拖拽图片、文字、文档信息，直接通过原子岛建议的 APP 进行一键发送了，不需要再进入中转站，什么某书啊、某博，包括系统相册都可以，以及电商平台，拖拽进去之后一键识图，点出商品页面。而且还有个小细节啊，假设呢你在微信拖拽图片，那么建议中就不会出现危险 APP， 因为逻辑上你可以直接点击发送给朋友，还在 APP 桶里。啊，它是有一些思考在的，不是一股脑的全给你塞进去，以及它现在支持分屏或是小窗状态下直接拖拽传送，非常方便。那为什么我说原子岛的一屏很强呢？就在这儿了。其实很多功能啊，别家都做出来了，但是论整合程度、交互方式和细节体验来说，橘色 S 肯定是最好的之一。那这一轮升级算是补齐了我之前所有的遗憾。那最后再补充两个外围体验，然后聊聊购买建议。6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呢，配合90瓦的有线快充，这个组合我觉得还 OK， 而且主要是 vivo 这几代的续航管理都比较合理。 X200 Pro 全程 5G 正常使用一整天，亮屏8小时以上，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信号依旧稳定，地库加车内刷 B 站毫无压力，并且支持北斗卫星通讯，这个我找机会再体验一下啊。蓝牙车钥匙必须再夸一轮，体验非常接近原厂的 UWB 车钥匙，后台调度管理做的是真好，而且足够开放。OK， 聊聊购买建议吧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手机卖多少钱是合理的。 X100 Pro 这代升级实在是太多了，我真的挑不出特别明显的短板。基本上啊，我是说基本上用户想要的全给了。全景声四曲屏，单点超声波，两翼长焦，马达、电池等等。对于这一代啊，如果硬要找茬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价格了，这就很可怕，压力全部给到蓝厂。所以这一代 X 系列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，我是非常推荐购买的。如果说价格稍微超出了一点点预算，我仍旧推荐购买，就是良心制作。蓝厂给了一款最少能盯三年的产品，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下一代产品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卖，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，这想法也挺可怕的。OK，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鼓励支持，我是卡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